今天是昨天晚上呢，和老公在家里手工做了一个这么大的蝴蝶结。哎呀，这个呢是在淘宝上面买的，买来的时候呢它就只是几卷这个泡沫的原材料而已，然后店家也有附送就是双面胶和胶布，但整一个蝴蝶结呢就需要自己去裁剪和裹胶布啊，把它给做出来。制作的过程呢我觉得还蛮简单的，而且很有趣。下一个星期就是农历新年了，我觉得挂一个这个大红色的蝴蝶结感觉也很有节日的气氛，而且它真的好大，就感觉特别的可爱。早餐呢，来吃一个昨天虾烤的蛋糕，然后配一个咖啡。看看我的蛋糕多丑，虽然样子很丑，但是我相信它的味道应该还不错。对，因为昨天烤蛋糕到后面实在太累了，然后他要的模具也没有用，反正后面就不想要跟着他的那个做了，后面就直接自己虾烤。不过它真的还挺好吃的耶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2月7号星期天，现在是中午的12点了。因为前两天都挺忙的，然后又很累，所以今天就睡到比较晚才起床。今天的行程呢，就是今天要先去深水埗，朋友的一个店会在那里开张，所以就会去看一下。然后呢，可能在那边找一个网红的咖啡店去打个卡之类的吧。然后晚上回家和朋友一起吃饭，对，大概就是这样子的行程。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出发了。刚刚出去了一圈都没有找到咖啡店，所以就买了71的咖啡。刚刚去完了朋友开业的那里，然后现在是下午的4点，现在就准备回家了。今天晚上吃小龙虾。刚刚回到家，现在是下午的5点多，然后现在来带狗狗出来遛一遛。现在正在做小龙虾，然后给自己搞了一个冰咖啡。还是自己家的咖啡好喝。小龙虾的餐台，天，看起来好。
Hello， 大家晚上好，今天是2月8号星期一，现在是晚上的9点半，然后我们现在要出一个门，就因为快过年了嘛，想买一些水果放在家里，所以就和几个朋友约好了现在去油麻地的果篮那边买一些水果回来，现在出门啦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2月9号星期二。昨天晚上呢，就比较晚的时候，大概10点、11点的时候，去了油麻地的果篮那边，就和朋友一起买了很多水果回来，然后就一家分一点这样子。对，所以现在家里有非常多种类的水果可以吃。对，这边呢有2盒草莓，这里都被我吃了几颗了。然后有橘子，有桃子，有柿子和芒果。这边呢就是2个苹果，一个麒麟果，火龙果，最后呢还有一箱车厘子。车厘子的产季差不多过了，这应该是今年最后一次吃车厘子了。看着这满满的水果，超有幸福感的。今天的早餐呢，就全是水果，超有幸福感的。Hello， 大家，我刚回到家，今天路过花墟，然后又买了一点花回来。现在已经是晚上的7点半了，今天晚上呢就准备赶紧吃完饭，然后来稍微的收拾和装饰一下家里。对，因为还有2天就要过年了，然后最近也比较忙，时间比较赶。在网上买了这一些灰春，现在呢准备来把它给贴上。今天的天气阴沉沉的，在下雨。早上继续来吃水果，准备来吃这个麒麟果。
今天的午餐就简简单单的吃一个牛油果鸡蛋三明治黑咖啡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是大年三十过年啦，大家今天有什么计划吗？今天的年夜饭是怎样的呢？我现在准备先化好妆，然后收拾一下家里，今天晚上呢就会跟家人一起吃年夜饭。这两个呢是我那天在 Cosme 买的眼线液笔，对，它终于有货了。这个眼线液笔是我觉得最好用的， Kiss Me 啊这些我觉得也很好用，但是这个呢是我的最爱，但经常去的时候呢它都断货。对，然后这一次运气很好它就有货，对，我就买了一个棕色 brown 和这个 brown black 的两种不同的颜色。就画好了，这个 brown 其实它的颜色也挺深的，我觉得日常用刚好。我觉得这个眼线笔它好用的点呢，就是首先它就比较的有质感，比起这种完全塑料的来说呢，它会稍微的重一点。对，然后它是这种六边形的设计，手呢就可以像握笔这样子拿着，就刚刚好。另外它的笔尖也是非常的顺滑，然后最重要的一点呢，就是我用它就是完全不会晕染的。对，就像用 Kiss Me 啊，其他的那些日系的牌子有的时候还是会有一点点晕下来，但是这个它对于我来说就是真的是完全不会晕的。对，所以这个牌子的眼线笔是我的最爱。那天逛街呢买了这一件新的外套，就觉得还蛮好看，而且它很舒服。这是搅拌抹茶的那一个东西。最后的这一箱呢，都是厨房的用品，两个这个之前有介绍过的这个油壶，然后买了两个不同的颜色，一个黑色，一个蓝色。另外是两个这种玻璃的酱料瓶，想着拿来放酱油和醋之类的。另外呢有送一个这个，哎呦，另外呢有送一个这个贴纸。好了，拆箱就拆完了。这两个呢就是这种玻璃的酱料瓶，然后上面呢有一个这个盖子，这样子打开之后呢就可以倒酱料出来了。对，我买了两个是300毫升的。接着是这两个，对，这一个呢之前的淘宝开箱已经介绍过了，就是非常的好用，所以我就又多买了两个回来。这个柿子好甜，好好吃呀！新的一年事事如意。
祝大家新年快乐，牛年牛牛牛。